all time, time, all time, where real music lives, lives.大家好，我是逆流的 Focal 杰佬，杰佬，我是吉他手哈拉，我是鼓手阿新，新，三位朋友，逆流其实咧专辑已经在年头嗰阵推出过噶啦，嗱，亦都同过你哋做访问嘅，系，最新嘅派台歌咧就叫《无忘我》，感觉咧就哇，好像容易亲近佢哋好多咁样嘅，之前系有啲凶狠嘅，而家就好温柔嘅小清新，或者就比较重型啦。咁如果听过佢哋年头推出嘅专辑咧，大概都会知道点入边如果要紧最温柔或者系最容易接近。近群众嘅咩？嗱，我可能形容错噶吓，不过呢个好似系易消化啲嘅理解。冇错，就系呢一首《无望我》啦。呢一位嘅 bass 手系你哋物色咗好耐，定系都系其他 band 度？哇，耐就唔系好耐嘅。好彩我嗰日灵机一触打俾佢，因为佢咧就其实以前我系识咗好耐噶啦，咁我都好欣赏佢首 bass。佢咁啱准备卖埋最后一支 bass 五家 band 噶啦。真系噶？点解要咁做啊？因为佢即系夹戏女，系啊，就可能夹嗰啲乐队，佢冇一个好 long term 嘅，咁佢就觉得啊，佢又啊，不如即系正打份工咁样啦。跟住我打俾佢嘅时候，我就同佢沟通下，我话你谂下啦，我话你即系我冇游说佢，我话你谂下睇下你觉得啲歌啱唔啱先，因为最紧要系啱口味。跟住到有一日佢打翻俾我，我觉得我都是不买支 bass 主角好好嘢，即是看到他会我以为他打嚟，他说喂，我索性买多几支 bass 那到他第一天上来练歌的时候，其实他是 well prepared， 我们是很惊喜这样他已经完成了一件事，所以我是觉得很开心，就是根本如果你一队乐队要换成员会有个真空期，我哋咁啱个真空期就系我哋休息紧嘅时候，一搏住落其实系冇真空期。啊，所以其实九月就会有全新阵容嘅逆流。冇错，冇错。一上咗吉他咧，即系一孭咗乐器喺身咧，系变咗另一个人。系噶，好鬼正经，同埋微笑嘅转身。死啦，好唔重型喎呢个形象。可唔可以用逆流飞沙嘅编曲玩一次《美少女战士》咧？嗱，哈嚟你自己谂，你自己攞嚟搞呢单嘢啦，呢铺领嘢啦。我觉得真系会变成经典。我哋变咗小清新，系讲真嘅，真嘅，真系讲真嘅。但系我哋系计划紧将我哋歌小鲜肉，呢个唔得，呢个有都大叔噶啦，唔好逆流大叔。我知点解你哋第一隻碟同第二隻碟相差咁耐，就系你一路做歌咯，系咁吹埋呢啲。唔系，大家 feel 到我哋平时嘅沟通系点？越去越远。唔系啊，我哋其实你哋要做碟嘅。我哋其实系好认真，认真嘅，因为我哋嚟紧就会将我哋嘅某一啲歌曲拣出嚟，会做一个 acoustic 嘅版本。咁都好大可能会将啲平时会 scream 嘅位置或者好嘈吵嘅 guitar rhythm 呢、完全将佢改变。无望我算唔算係我哋开始小清新嘅前奏或者变少少呢、其实我哋上一隻碟俗世说嘅时候呢，都有一隻同呢一隻差唔多感觉嘅歌叫做别离。咁係我哋认为人我哋自己嘅自身係有好多唔同嘅情绪想去表达嘅，即係唔单纯单向地我只有愤怒或者要同自己同时间抗争，唔係一定係咁囉。咁我哋都有自己嘅感受想抒发嘅时候，可能会用一个比较 soft 嘅状态去讲我哋个内心嘅感受咁样。可能会即係唔会俾个框框住自己，我仲要重型嘅，就系重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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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好似佢讲嗰样嘢。其实你好多好多唔同嘅表达情绪嘅方法，一个人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情绪。今日好嬲嘅，重重重重重，第二日可能好舒服，精精精，我少清新。精精精精咩？或者咁讲啦，系嗰个情绪上嘅沉重嘅重型咯。系啊。